刚靠香蜜走红就解约，杨幂损失惨重。刚走个李希瑞，又走一个他。杨幂这几年的事业可谓是做的顺风顺水，不仅是自己成为一线知名女星，更是开公司当老板，力捧手下的新人，从而赚取更多的钱。不得不说，她的商业头脑异于常人，手下的迪丽热巴如今被她捧得大红大紫，同样李希瑞也曾是她手下的一员，在杨幂的力捧下也有了不少名气，但李希瑞却和杨幂解约了，不再属于杨幂旗下的艺人了。有人说合约到期了，还有人说李希瑞想另寻东家。最近大热剧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，相信大家都看过吧？该剧已经播放，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。该剧捧红了杨紫、邓伦、罗云熙等人，罗云熙更是凭借这部戏迅速跻身一线，成为一线男星，圈粉无数。若玉这个角色简直就是他本人，温润如玉，抹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，说的就是他。另外香蜜还捧红了另一个人，他就是饰演穗禾的王一飞。尽管在剧中饰演的大反派，但是他出色的演技也得到观众的认可。他也是杨幂旗下的一员，但是他现在也要解约了，网友对此褒贬不一。